不胡，这是大四级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我，几牌不服气的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跳着吧，大师。出去，运镜的来，欢迎收看《挑战吧，大神》。好，欢迎观众准时收看我们挑战吧大神啊！到我们的决战北风北呢，每一次的奖金可以变啊，积分可以变奖金啊，最起码都15000到20000多，甚至30000多的奖金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参赛者。第一位呢，在上一集虽然挑战成功，但奖金被我守住了，但是呢，他开着车送一个啊，这边全部裸空的女孩子回彰化啊，来欢迎，应该也是赚到人吗？大家好，人蛮可爱的啊。你住你住台中，你做什么行业？我很好奇。做服饰业。服饰哦，难怪那么潮。穿的很时尚。做什么样的服饰呢？就是比较韩系的。就韩系的，所以说窄版的。你看那衣服，有没有带那个脏话的回去？没有。好了，好来，我们欢迎人儿。来，我们欢迎，哎呦，这个最美丽的妈妈哈，对啊，丽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你看看，小孩子都已经小学了，那另外一个几岁？2岁。2岁，还要再生吗？没有这种事，开玩笑呢。那怎么避免再生呢？保险套啊。你跳下去结扎嘛？哦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也很不容易怀孕。所以其实也不担心这个。哦，那你又很开心呢？为什么要聊这个？好了，不要聊这个。那你也很直白啊。好啊，对啊，但还是我觉得他结扎比较好。哦，好，对不对？万一到时候嫁又来认祖归宗，讨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。哪个关心你？因为我结扎啦，所以外面来认识公都切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没可能的，杜绝一切的可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为这个观众朋友报名呢，欢迎徐博敏，许博敏，大家好，小熊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博敏从哪里来？板桥，板桥来的，哦，在我们新北市来的，啊，常看我们节目吗？常看。有决战北凤北，你有没有什么诀窍？目前先保留，先保留，先保留实力，准备今天要达到决战北凤，看怎么修理我。对，他在跟你说。啊，我带你，OK， 好，你带，来欢迎许博宇哈。来，最后我们欢迎袁小倩。小倩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我是袁小倩。叫小倩都留长头发。半夜出来都吓死我，助理也叫小香是短发，好突破红色魔咒，好像是破红色魔咒，你这不算很红了，还好了，深红了。有看我们节目，以前穿红的礼服啊、洋装来，都是哈，这个趁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对，还有那种做麻将指甲的也是，好好，精致精致。好的，欢迎小倩哈，欢迎。来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风三缺一，好，现在我们的四位都已经坐定了啊。我觉得今天颜值很高，颜值高，真的，而且呢，都是可以当我孩子的。对，有的爸爸还比他爸爸比我大一岁，比我小一岁。你爸爸几年次？58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我妈妈66。他妈妈66年次，他爸爸58年次，我48年次，哇哩咧咧！妈妈66，妈妈66年次，天哪，是几岁生你的？你是爷爷，18岁，对啊，所以我生我叫爷爷，叫阿公，阿公，现在流行阿公。今天如果你达到决战北风北，好不好？我就放软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干爷孙。哎，我们是来聊祖父。好，没有。来，人二未免。人二。那我看一下，比你爸爸年轻10岁吧。很帅。对，个人很帅。来，人二，来，开门。请按。哎，我今天是右手。没关系，按着都没关系。十，东风三缺一，第一把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人二的牌。丽婷姐，哎呦，博明，小倩，来吧，人二，南风，北风，走，西风，西风碰碰，好，来九万，很好，北风，
仁二今天压力很大，因为他前面不会不会不会，他牌打得不错。我昨天在那边还，所以他昨天在挑战成功，我蛮开心的。那碰到不会打的，跟他张化楼就疯了。发财，打了两次爆，两次爆都不知道。发财爆，真的假的？昨天两扎落地喽。九套，然后虎牌没有，来干嘛？来看我的啊？不是，是看熊熊吧？没有啊，女生。没有。五饼。我被接啊！哎呦，我那边稀饭开了，碰喽。来个洗白。四万。40万，吃起来。40万那种。那九筒。哇，被盯。10000。他不吃你抓不到。一桶。80000。咚咚炮。咚炮。三条。三条。到。三角裤。那就五桶。还有五饼。哇，大家都不要，就我不要。大家都不要刘德华。来，田中接招，三个圈，打谁一点？二万，然后二万，昨天喝多了是吧？六台，又立麦动出来，来再跟一张三筒，哎，同乡叮两次。来6万，大家牌都不错。暗杠一个。好，请睡。睡着。开价高啊，那借我看一张就好。哇，八条。碰。好呀。好的吧。杠起来给他碰。八筒。哎，碰。哎呦，这个牌你看，三张五饼，打一张八饼，人家碰。六圈圈。进。小心哦。二条，进来坐。没事。条子蛮可怕。再一个。八饼。哇，今天这牌太妙了。对啊。哇，太妙了。有五张。哇。第四张五饼。刘德华没有人要啊。刘德华今天很讨厌。奶罩。太讨厌了。哎，我靠！终于哇哇，厉害！你搞你搞，他倒下来，而且他还警告你们，他说条子很可怕。我想他早就听了。哎，我应该好漂亮哦，他那牌很，他早就听了。还有一张三，我没了耶，四七条，你等空气。我想他，你吃第一张五饼他就听了。真的啊，他牌牌那么美，一摸的命嘛，一摸六三，我们三个人，四张一条，四张一条都没出来。哦，有哎，你也叫，你也叫。门清四花红中庄家，一摸，门清一摸三，四花红中庄家六台。东风他是稳过了啦，他不见得西风南风会那个。他不想。你急什么？你再打下一把。奶刚才他不想听你说话，想说宿醉凭什么自摸？来，庄家开门。十一。好，东风三圈一，第二把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力挺的牌。嘿，有安好，国民、小倩，很有钱的人二，来，请出最美的妈妈。北风。哎呦，要吃七饼吗？没有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庄家右手拿下。他太慌张了，太慌张。伯敏不要紧张。好，我后面还有。九个圈圈。直接限两张牌给你们。北风。吓死你们。一个大笔，哎，碰。好。南瓜皮。杠一个。我想说南瓜皮是什么东西？一头。你可以说南瓜汤，随便你啊。谢谢杠。杠吗？没错。大小雨。我笔没有摸，可以摸盘上，可以两只手。好。对。起风。摸盘的时候一定要一只手。好。过了就可以两只手。有。发财。
哇哦，天哪，太美了，太水了。来，麦当劳 ，MM， 红红，哎，红哦，有台哦，台媒，你好像四年有钱啊，六条。不怕死了，极度怀疑小倩家开高金。这边嘛，哦，哎，真的，真的，从小就给人家打麻将。难怪，是不是？他很有那个苦。发财，爱怕高本。来，金吉给你吃。先不要，他结婚了。哦，好，不要乱调戏。不好意思，条子一路打四条，八万。有八点，大家牌都放那个蓝点点上。北风，哇，九条，哇，你不爱调子是不是？八饼，有这种事？四筒。七头，我想玩哪个耐招？谢谢你，谢谢红香。我翻了又翻回来，输了。拜拜。等一下翻了，直接天女散花救不了你。六米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六米，这怎么好意思，奶哥？白板，这怎么？这个是哇，今天这个磁场，才一秒，一秒就吐系统。东宫，解位一张吧。啊？什么？他说解位叫妈，不是叫妈，叫妈会开心，叫姐就好了。直接把那个牌直接塞。是姐，那我不要。你应该叫妹。叫妈我就盯死他。哇哦！我现在已经是钉子了。哇，四筒，这没道理了吧？九万，不要急，心急吃不了热稀饭。三筒，筒，六条，给你吃，一万，谢谢胶哥，谢谢啊。哇，十七。所以他说这怎么好意思？他摸一张边七条听牌，我接听了。你会不会打麻将？会啊，会。我要被骂了。你怎么打到决战北风北的？这牌八平那么早打，手拿开。这还没有摸三万，这个牌，你到底打八平干嘛？李静，啊，我先这样打他。你这样进呢？你这样进七平再打这个呢，也是一静听啊。所以他打了七平啊，你懂了吗？我懂了。七早八掌，把八饼打掉，啊？人家四五岁嘛。而且呢，刚才六饼还不碰，你打六饼，我打六饼吗？不，你打六饼。我碰了这个牌，对不对？碰了打二饼，这个牌还可以上三六饼，上二五万，听螺丝脚，对不对？或上。门七他有钱。我觉得太远了。他有钱人。门七中家，啊，两台。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来博明庄家。哦，今天牌都上得很漂亮。对啊。十。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来看看四位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博明的牌。小倩加油，我要胡。好。人二。丽婷。耶。好，来博明。好，北风。烧饼，北风，东风，东风，我也有九万，十一个，南风，好，怎么样？你睡着？你觉得没你的事？乌鱼子，你会困去啊？到底南风先吃的牛排，来九个圈圈，
六条。发财。八。红中。红中爆一个。四丢两张，大方。西风。C。C。字太多了吧？啊 ，C。先跑一张四万。哦，是王吃。四万不错哦。三桶。现在急起直追呀！哎，加油哦！我要胡，可以哦，感觉你这一把蛮有机会的感觉。白皮，碰到了，四条，又一张，六条，六条，好。你别惊，你那8300，我觉得你钱多了，在后面好可怕。没事，你当他透明人就可以了，不然每次打不好都要怪哪个。听说博敏是达新的球迷，对，要送你吃。哎呀，可以，对碰。喂，人家要给他的呢。对啊，你有没有这样？球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也是球迷啦，他没有最新的，他是台啤的。怕什么？那么多钱。九万。那我昨天坐在对面是那么轻松，是今天还我没有在看你，你以为你有什么好了不起？我才不看你。一万，一万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。不要聊天，不聊天，没有能力不要聊天。六饼，没有本事就不要聊天。二万，一万，猜给你啊！我猜对了。八万，六万，奇怪，小倩可能也听得不好，是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吃，四万，哇，这张，危险，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八条，没人参考，没人要，不危险。哇，完了！换你拿到危险的，请坐，请坐。烦哦，自己烧到，奶奶知道，真的。他说完了，我就知道了。Sorry。手机都碰不到，而且转不了章，对啊，而且都没有人摸，哎，为什么？那哇，很后面都没有我的牌，他太夸张了，转也转不了，哇，他没办法用腕子来转，转不了，系统不敢没有机啊，还好，为了这个，这个是屁胡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。小倩现在被淘汰的几率相当高哈。对，小倩现在剩2700，因为你现在只有跟博敏的差1600，对，博敏3900。好，好不好？你庄家。三台吧，先不用算，我大家帮你算。好，反正你只要记得你现在是2700。你要打到听牌就对了。15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了，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小倩的牌。要自摸。好，加油，人二。丽婷。博明，来吧，小倩，加油！发财！好，要胡牌打发财。二万。二万。文峰。好。二筒。红中，
红中。九万。好。四的。不要。不参考。不参考。还不错呢。六万。哎呦，自己牌也很好。还行。五花。快跑哦！三角裤。三角裤碰一张。五条。五条吃一张。五万。四条。哇，有口福哦！真的，怎么好意思？六。六饼，大声一点。六。那就五万喽。大抓。没爱。六万。大饼。没爱。大饼。天哪。很紧张。小倩。对啊。不用考虑。勇往直前，对你不能怕，因为你分数太低了。真的啦，他黄飞六万，他猜对给你，你不参考。谁的西风？他的，他的，哇哇，哎呦，先干掉了，来，对啊，牌很漂亮。一进厅，一进厅，人家都听了，这么快，都听了，哎，我还没，只有你没听，牌运不好，没办法了，老板也碰不到，他今天是他们两个牌都太好，对啊，我听说牌也很好哎，很早就听了，很早就听，进这个啊，一花一彩，所以呢，小倩让东风淘汰，淘汰，小林跟小倩，来，南风逆转胜，对对。马上是我们的南风蜜转胜，好，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，活生生的例子。红色魔咒没有突破，不要再穿红色。好，来人了，庄家还是我的卫冕者最旺。那南风累积了8800，八点。南风蜜转胜的第一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人二，丽婷，国民，熊熊，来，出菜，各条。东风九条，此风碰一个南风，南风，南风，好，北五万。还行。西。西风。白皮。今天奖金应该会破2万。嗯。东风就累积了8800。挑战吧，大神。今天奖金应该会破2万。嗯。东风就累积了8800。两万。真恐怖。九条，吃一个，哎，先吃一桶，发财，服了，这么快，走了吧？好突然，六万代发财，怎么那么突然？漂亮的牌，换我漂亮了，换我漂亮了，不好意思呀，你说换弟弟漂亮，换弟弟漂亮，所以早点打可能就没事，对，早点打没事。你摸什么听牌的？五筒，五饼，对，哇，台台不少，北风发财四花，南风逆转胜的第二把，你放雷炮是三台哈，所以要想办法糊到三台才有机会。突然呢？来，开门。今天阳气比较重哦。好，十三，南风逆转胜第二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丽婷，国敏，熊熊来哦，然二，出菜，
阿东。阿北。阿东。只有这些东西。阿北。第一张。再一个阿东。哎，是阿北。阿北。阿北。可以这样骗人吗？来，一条。妈妈想睡。妈妈累了，跳跳，早上六点就起来了，觉得疲惫。阿中。一只鸟。大家都打一样。五饼。五个花。哎，过来一点啊，难。九饼，还有这种事，放一个，四象棋，放下来给你喵两个大屁，让你开心一下。阿忠，在乎我也是认的啦。这把没有，这把没有，这把没有，改天再下。再来一张无穷。刘德华都大家都不喜欢的。对啊，今天好像大家都蛮讨厌的。混进来哦，吓到了吧？让我睡什么吧？洗嘞哦，睡男的啦，睡什么睡男的？二万，是一个相当莫名其妙的牌。九万，九万，来发财，你说没事的，没事，这一把没事。阿东。没事，我也打了两个。九饼。不要紧张，通过了。白皮。对一个。一个饼。七饼。我也一个饼。三个男耶，三个中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偷大哭？一个万，中一张，两万，吃一个，四饼哦，四，对，要不要参考？不错，是。你要五饼，二万。你想当刘德华？四饼也是刘德华。四同伴，五同归，什么同伴？五同伴，四同。我要杀人。那你杀伯明好了，他刚三条。先不要。糊了，糊了，真的假的？三条不早打，来牌找下来。惨了啦！这个牌一看就没机会了。真的，我已经被屌走了。漂亮。我吗？对啊。暗杠，暗杠，要不然就炸糊。Sorry， 被波米叼走。三花庄家两台，哇，你已经两炮五台了，还是不要打了，算了，就直接淘汰，我们直接到西风。好了，庄家回家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第三把，来，向庄家。波米，不美逆心情。十二，南风逆转胜的第三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波米。熊熊来，人二，丽婷，不想说话，出赛，不要跟我互动，西风，不要跟我说话，还很好，西，我觉得有机会，东风，我觉得你要起色，打牌靠一个念力，哪个你说是不是？把难打掉就不难，好，好，把它碰起来，北风，五个花。来，北风喊来了。白皮，白皮。有没有昨天晚上去改运哦？白皮，我也。他只是去喝酒而已。痛痛改运是不是去明亨？那是哪里？胡同。他说那是哪里？他说去金钱豹。
台中，昂昂的。请风。唐中。四同哇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吃。切条，我就是要嚼那个什么，乖可以啊，乖啊，我们让他切六万，谢谢你。一，来，谁要碰？莫油，莫人。你忽然博敏变最有钱，不是吗？现在最有钱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进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刚刚不是觉得会被骂？在你犹豫的时候已经被骂了，太慢。二筒，五条，鸡，海皮，八，对一个，八条，七个，六条。三条，很棒哦，你很棒。九条，八条，干个一坨屎，两到一坨，就像我刚刚杠男人一样，杠一个。五万，服了，到了吗？这是怎样啦？哇，这么熟，瞎打！我有我的节奏，倒下来，快倒下来！我有我的鬼啦！我有我的 tempo， 仰天长啸，这种牌，我就说我不要坐在这个位置吧。这牌打四，你想离开？打四，这样子吃啊？对啊。对不对？我说刚刚啊。对呀。没有，后面不是还有？有啊，你还有这个六七条啊，你这样吃啊，对不对？这一上听啊，你吃八条，你就可以听，对不对？再听，或再转，哎，他是这样吃，哎，他是这样，我是吃这样，是比是多的，是这样，二三四，我吃二三四，对啊。我们人哦，最尊重是结果，结果论，他糊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的。好，庄家一台，南风逆船，这最后一把，我们看看，人二，哇，牌都很好，没糊到五千，啊，这是你们两个的问题哈。嗯。叫丽婷三千七，那你是五千四，博敏，啊，基本上博敏你没有安全哦。嗯。哦，如果他哦，博敏应该没问题了。我给你五千四没问题，五千四不会输了，来，这是我跟人二的对战，好，朱哥换我，哎，是我吗？突然有我的，突然有我的事，十二，南风逆船阵的第四把，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来，人二，对，丽婷要赢了，要赢，我比，我也来，朱菜，南碰。是不是要赢了？是不是？阿东，抓这个嘛？对，白板，大饼，请你吃饼，碰一个，那就八条。阿西，北风。士兵，阿东，碰，后队，对，七万，漂亮的，不是要，二嫂，二嫂吃一个，二嫂你都敢吃啊？大嫂呢？打你不到，打你不到。四筒被盯了，再一张 MM， 此方花
大嫂。大嫂，大嫂，二嫂都吃。没有，他不敢，他把大嫂丢出来了，他是吃二嫂。臭。九条。哎。七条。白皮。我就说不能那么早在那边打牌嘛，想睡。你是二嫂是吗？我是大嫂。哎呦，是不是九个万？这个、喔。叹气。九饼。对一个。干嘛这样？你去看中二。八万。是人二。中二。怎么骂人？没关系，所以奶哥已经玩一遍了。哎呀，小鸟，我自己摸也有。中二什么东西？是谁？红州。不可花。打不好杀出一条血路。他不想看你，他去看人二的。六万。哎、欸，你是相公还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你不要管人家。谢谢。忘记。好吧，酒桶。你不要管我。你让他自己，给我点自由。你还要不要二嫂？再给你一个，不敢吃了。二嫂已经吃过一次了，就不要再吃了。发财。吃过一次就腻了。傻眼，发财？怎么你要？那你觉得要啊？还是控制我的人生？七条，奶哥刚讲发财哎，七万。啊，我就那个啊，你为什么对不对？等一下再跟你讲。好，西风，二嫂。哎呦，我觉得你不会，你不会看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弄开，分开来，这样你会比较好看。我觉得你有存在的必要。对啊，这个嘛，对，那个八个条。挑战吧，大神。这个嘛，对，那个八个条。太多的牌，你们可以把它分开哈，不见得一定要全部堆在一起。四饼，五花，南风，抽牌，北风，喂。小鸡，发财，红中，自摸，哎呦，他刚刚就糊了，台数不够，意思，我想说可以自摸。对啊，不是因为你糊的台数不够啊。对啊，你看南风发财，刚刚是熊熊已经放了那个四笔，但是他只有三台，他落后。是四台，啊，所以呢，就算你糊了，分数还是最低。嗯，好，那我自摸就会赢吗？啊，当然，而且你这牌可以做凑一次，这牌如果你摸来一条，嗯，或者是七条，反正条子你再转，哦，啊，打凑一次，凑一次就四台了。那牌很漂亮的牌，还有哎，那很后面就是了。好了，东风，自摸。两台的三台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今天男生很旺，阳刚气很重，真的。啊，两个牌打得不怎么样，我觉得你牌打得一定比他好，还是因为你在我后面，是在前面。在那你也会可能他压力大。我昨天在那边你也说我打得很好，因为他没看到，压力不会那么大。他昨天做对了，他打得不错。你也说他打得很好。还有说啊，不要走远路，
啊，要走近路。香港他有两次都一上厅，他把他打成变成两上厅。好，现在累计的是17100哦。哇，第一 round 8800，第二 round 8300，要靠你刚才自摸那一把，要不然的话只有5000-6000而已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的奖金起码20000多了。来，你的庄家。好，西风冠军的4把牌，第一把我们来看看庄家博敏的牌。来，熊熊，来，人二，人七，人七，人七错过的位置，人七都出来了。白板，大嫂，大嫂，七，我要看人二是苦有多好。七，没有，九万。人都被吓跑了，吓跑了。红中，现在换我，你应该不紧张了。然后轻松多了。红中，瞬间会打得很好。对，自己觉得又没人。红中，没有压力。压力是让人成长的动力。吃一个，很甜哦，5万给你。北风。九条，八头灯弓，吃一个。靠！你想拔他的？连吃两张。啊，我开始盯了。二嫂，再给你一个。又是二嫂。对。二嫂不吃了。你不吃了，不敢吃了。不敢吃了。五比零。功夫，红中，来，蓝风，三条，五饼，好赢啊！去，糟糕了，白皮。我的天，要吃三张啊你啊！五八桶他都要。北风，四饼，碰一个。妖兽，怎么的？七条，尖尖的。八哥，万七，七条。就他放炮，你相不相信？好，怎么这样子？不会，8万，58一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有被吓到对不对？抖两下。会演。戏精。十一张。来，七条。这么好吃。啊，对不起。开始当自己家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二花。哇！鼓掌，鼓掌！这样会响。9万。我是先鼓掌，我怕有时候摸错的时候不能拍，先拍。难得对一次。哎呦！放炮。啊，不会是我吧？可是人家。天牛马好帅。你吃成八饼。我叫我什么？叫你什么？叫我神之王。那是我。吓又吓到，很碍眼，很碍眼，很烦哎，五蛋王，九条，什么？跟你讲，哇，七条的牌，我胡，什么？我放枪，没有了耶，人二放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六九没有了，中二没有了吗？哎，真的耶，哎，所以我说东风胡第一排没有。是打麻将而已啊，一壶 OK 的。西风冠军赛的第二把，刚刚放了一炮，还好，500。来，庄家，十五。西风冠军赛的第二把，来看私下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当然，人二，人五，人六，我们还兄弟，人五人六，人五人六，换我吗？是是的，鸡，大嫂，五花，南风，
男的。男的。再一个鸡。这么多鸡。抓鸡又抓男。董峰。这只是牌，对，北风这样也可以。怎么会想到一些地方去？没有，没有想。东风直觉。四条。喜风。回来啊！没事啊，麻将而已嘛。他累了，他想回家。家好远啊。西风。北风，西风将来了。白皮，调酒，对一个，红中，中，九万。八万，五条，我一直坐过位置不是很好，白皮，关掉，对，八万，都是夺名牌，不是夺吗？发财拐了一整个，真的，七条，动一下，来。谁碰二条？桌子好牢固哦。桌子一定要买特别好。六万。三万。九万。哇塞！发财，对一个。神摸手。对，九万，谁碰？没有，又是六万，五条给你。六条，三，看牌不要出声音，这样我会骄傲。一条，果然是气势取胜，感觉要敲桌子好像比较强。但你敲会被他骂啊？我不会，不会。七条，也没有，没有人能力比我好。还好，放炮，五笔，七条，这牌你要抓到手上，有人抓一卡，八条，下车，五万，五万。东风，还有东风可以打，一万，砰，下次，五笔，抓牌，四条，七万，黄了，黄章，虽然我那么漂亮。风，还有这张可以吗？六条，花，北风，一人剩两张，八条没事，下车了。
转弯。万子应该在。还有这一张，这一张牌啊。五万。三万。这个两张。白皮。手上一拖拉苦。都没听。可怜了。可是他真的要打，我知道了，没有，我在考虑，他不会打，枪多，很无聊哎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随便抓抓，他本来就是会那个夸张哎，不会剩最后一张了，他不会打那个，来牌倒下来，很扯，倒下来，直接抓，哥你不要用他，好讨厌，好赤裸，很赤裸，我刚已经要打这个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会打。因为没办法，我本来要打，但我后来想算了，兵将两张，又不敢打，四张抓回来，六张，六张，七张，我的八张，听空气，波烂的牌打到这样子，我一看就知道没有了，这个牌一看就知道黄庄的牌。好了，七分冠军战的第三把，他觉得你很变态，太猛了，好可怕、啊。来，女庄家被哪个吓到了？没关系，吓到都被他们两个摸走六九饼九。好，西风冠军赛的第三把，我看庄家人二，咦，人三，人还，人四，哦，人来，人五，二三四五，哎呦，我们都不用取名早了，南下庄，一二三四就好了，很方便哈、哦。北风。南风，北风，西风，八饼，东风，碰一个，六饼，碰一个，发财。七条，太漂亮，吃不到。发财，红中，白皮，二条，八条。八条，一万，春鸡，不吃，养肥一点再给你，好吧？你瘦，改价了，二少改价，下大雨。二少，二饼，出，红中，红中，西风，一饼。白板，一万，一万，红中，九条，奇怪，九万。说奇怪，这个牌怎么贡献不出来？七万，六万，七万，对碰对摸，碰摸七万，四头，
七条。Again。春鸡。白皮。发财。一万。再一张春鸡。猜对。五万。这个牌又被抓一卡。命不好。七条。命不好，自摸。哎呦。我说刚才了。打的话。二万。哎，烦。哎呦，会相信。西风，我很容易相信，演太好了。七万。一花。哇，对不起，二花。反正我们刚有拍手过。把它剪光过一次，剪过来。奶奶。要玩吗？不要玩啊，没品质啦，牌底都没有。不玩，吃了打三饼怎么打？西风，打不了。都这样讲，二万，八条。哎呦，三只雨伞，哎呦，三个七条，这么多，又黄吗？白板又下车，你这个没胆的小子，还烂。好，两张，我海底，五万，一二三四五，七张花，还有一张花，七，四条，你没听？没听，我知道，我也没有，九条，我知道，他也没听。哎，哦，子峰，来，快倒下来，我看看有几张。没有听，看到没有？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最后一张，五张。哇，我还有三张哎！哎呦，那你没有听啊？来，看我什么海底，各位观众，看一下哦。来哦，看第一层上层。两张，两张，哇，剩下一张，剩一张，剩一张啊，不可怜啊啦，宝宝真的，哦耶，加准了，你这是神，什么神摸奶你，我真的神摸奶，不赖哦，不赖哦，他还没摸过，好厉害哦，专业，哎，可怜呐，打野，这么漂亮的牌，黄两庄。会不会以五百就五百取胜吗？就取胜了，可以，看这一把，加油啦。五百之差，两万多了，七分。七分冠军赛的最后一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：庄家、徐乃仁、国敏、来熊熊、来不仁不义，还打个牌，大概有八十个名，一比条，名字超多。鸡，我靠，那么烂的牌，要洗牌知道吗？这样有用啊，我要学。该稳的就我看，那跟你讲，那是该稳的，呀难。怎么洗？就是一直翻，翻三次。啊，那个太难。八条。翻看看呢、啊？没有，他翻下来，翻出来就翻不回去。来不及翻回去，来不及翻回去，全部都看光。只会躺下来，不会翻身了。雷锋是什么？为什么都会歪了？为什么都会歪？弄一个白板，一万，一秒，红中。九万，七个，九万的，哎，碰啊，碰最大，碰最大，没事，碰最大，
7条，他累了，他不想未免，他想回家，他累了，他想去找，他没有载到那个脏话女生，六条，他太强，发财，东风，被奶。奶哥吓到不知道怎么打牌，他现在没有看你，你还怕？我说昨天那个女生，脏话那个女生吓到吃手手。来五饼，五饼，北风那么多只，东风，南抓牌。九饼，四饼，四饼，七饼，六条。七条，八条，一慢，白底，此风，不可长，南风。此风三万，碰一张八万，无所谓。二嫂，哎呦，吓到我了！是容易受惊，容易受惊的女人。哎，不吃抓也是有问题，吓死宝宝了，不对，这玩意儿可以打进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厉害。男神，刚刚什么鬼东西？叫我。哇塞，爸爸，快拍手！哇，我见证了一场奇迹耶！我靠，牌有多烂啊？绝八万！天哪，好强哦！独定八万，四摸。庄家心情好，很开心，而且他听很久了。我没牌了，他听很久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哇，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被淘汰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先恭喜仁二可以回台中了啊！恭喜。好，博明可以参加我们的决战北风北。24000，最后500只差赢了。今天我一看那个整个的感觉，应该就是你整个秋楼的感觉，就对。整个秋楼哈，好。24000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餐饮业。餐饮业啊，对，一个月大概4-5万嘛，对不对？我做家里的。做家里哦，自己家里面开餐饮，对对对，家里是那个餐饮小开，那你就不在乎这24000？那还是给人啊，卖衣服比较辛苦。加油啊！好，来，红色的彩子。五点，来给开哦，可吃可碰哦。好。玩家好。好了，决战北风北24000的奖金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博敏的牌。博几？博零。来，博敏七三。嘴软，哎，你们都可以看，有这个。我要看奇迹奶。别啊，不要在那边出声音哦。什么奶？来，牌子看桌。二饼。一饼。跟你打。春鸡。鸡。九万。
眉头深锁。双眼皮，这张过就好，过好，过就好打。哇，你看好打。给你吃吧。五个人玩，输皮了啊！六个人玩，骗一张。马白，很慢，六万，吃六万，抓牌八万。自己摸就好，自己摸也是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人不是摸就是吃，反正一样。好。哎呀，你不要四万，太多了。好，一点一点啊，不打不行。六饼，碰一张，用碰的，来吃一张，九条。五万，二条，还输掉了，还输掉了，来吧，来哥，来什么？来吧，四万，我一万打四万，没错。真是超棒！来，各位观众，好，这一张决定你是不是放炮，没有放炮他就危险了。三条，挑战吧，大师。这一张决定你是不是放炮，没有放炮他就危险了。三条，没事，不要撞。你刚刚有吓到？没有吓到，因为我告诉你，如果是一观众的话，三条我糊了，他一定这样子的。紧张，他怎么可能还跟我在那边演？九万，九万，你几岁？我当你爸爸都当过，你骗我？小时候骗一下，骗一下，还要吗？你要骗得到。小心哦，机会，你要不要换牌？我问你要不要换？我看一下哈，感觉是可以换。啊，你还要换，所以我们就不那个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怕这一张就不用等了。没关系，试试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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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张。看哪个打牌过瘾？吹吹看。还有一不要抓牌，剪，被剪掉。好，镜头看哈。再摆牌，慢，慢，这很关键，各位观众啊，来吧，放下，我看看，他说他看看，看看了，因为你不是双头吗？来，没事，我瞧瞧，干脆我不要换，跟你打了，干脆我不要换，好，起来看。好，牌弄整齐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怎么样？叫你，有你要的吗？你的机会渺茫，我很好。我的吗？抓牌，接。一万，不好意思。刘德华。我怎么去他等？我这摆架睡怎么去他等？你我懂。但是他听超早的，他比你超早，对，他比你早。
早不如来得巧。来，人二这样心情比较好。也是，也是一样结局。对，一样都没有拿来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下一把，下一个。好好，最近太旺，最近太旺，随便都守住。对手真的很下，随便打，随便走。没关系，啊，加油了，好，这四位。有热帮您参加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有收获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